这边已经到东峰啊，这边是东峰，南子岭的东峰啊。这个还不是南子岭的主峰，你看，那个是你要爬的山，是，是吗？对，你看那个尖尖的，两个尖尖的，还有建农林是不是这就这个这个山？建农林对，这个是这个吗？然后那个是乌尔察呼山，嗯，那个是乌尔察呼山，我不是说那个是乌尔察呼山、嗯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尖尖的是建农林，它就是这样子一直走过去。然后从这边也有一段建农，那个叫不知道第几陵了。这边是建农陵，这边是另外不是建农陵，但是也是十陵的其中之一。然后第一陵就是在这边，第一陵的话，那边有一条小路下来，那是第一陵，一陵。我现在十陵，我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是怎么样走法。我记得这里以前有个观景台。现在为什么不晓得嘞，是不是被台风吹坏了还是什么？对。哇，你看这个水，他们在山下都会看到我们呢。漂亮吗？嗯。那不晓得拍不拍得起来？哪一个？那个下面那个浪花，就这样子。可以啊，可以拍啊。但是因为很远。很远哈、哦。对，你就。看就是要给它放大。那我觉得好像。那放大就会有点模糊了。对，没关系，那我用眼睛看就好。你看，这好漂亮。对，其实这。